彰化家福哈，我们照顾了啊身心障碍弱势孩子，还有保护性的儿童、寄养儿童，我们每年大约要有1,800,000,000+的一个经费来执行他们的生活、教育、医疗，还有新创的一个治疗，这些的经费非常的庞大，而且是每个月在执行。那所以说，社会各界的一个捐款来讲，不管是大笔的捐款或小额捐款，都让我们累积了很多经费，能够顺利的来帮助这些孩子度过他们人生最困难的时候。我看到这些小朋友需要的是对他们的教育问题，在这15年来，就是不断的资助这些家庭的小朋友，投资他们，希望他们长大以后受很好的教育，再来回馈给社会。三大镇就是我们和美，和美位居我们的鹿港之上，然后我们大肚溪之下，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大镇，然后我们在50年代是以纺织，然后我们的雨伞，作为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业的人口数都在微幅的一个增加，是我们彰化县26乡镇仅有的几个乡镇是在正成长的一个人口数。